故宫南面的嘉义太保，嘉义太保这边在近，太保高铁火车站的西边，大概5分钟车程。哦，从北门就要从那个东边的路进去，北到了北边，那左转北边的，从北门那边进来停车位比较多，然后就坐公车5分钟就到了，60块钱的问题。